我会讨好他，他就是被我爸宠坏。翁晨明，我是绝对不会退缩的，我会一直继续喜欢你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来订餐厅。我希望你能邀请曾宝谦老师一起来。你真的觉得他不是曾宝谦吗？我们到底能不能开到高中的文凭？我是曾宝谦老师的双胞胎弟弟。TV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机智校园生活，必胜高三生。